现在来南科高价草莓园，草莓果酱这样子一罐50元，真扯！你这里面有整颗的草莓哦，而且都天然的，无加色素。消费模式是免费入园，采多少算多少，不能边采边吃。然后伊这草莓小 baby 袂当办哦，采草莓尽量不要碰到草莓的辛苦，要采这个地头。是甜的哎，我以为是会很酸。这边也有卖那个草莓酒香肠，这一支30块。它这个里面的肉质肥瘦适中，有一点点淡淡的酒旁味。找到两颗苦瓜系的，来，打，莫搞到我手哦，好，乌鸡的哦。特别大颗，这个采完一定要洗哦。收工的，收工的，慢一堆工要收工的。草莓正当时，欲罢不能，满满的草莓香气。我们来菜市仔买草莓。小姐说不建议安尼办呐，安尼伤重啊啦，要用2盒比较不会受伤，干爹。对，太重了。这边有卖草莓花哦，一整束的，但是要预定。草莓冰淇淋一份30元。草莓盆栽，安尼一个100元，可以自己买回去收成。